去了美洲赛区，是的，也是一段佳话吧。好，阿肯定是选择没有在山上逗留，直接去四防了。今天高打低先打一个，直接补掉拿下一分，这是来自巴西赛区的第一个分数，但是这个闪扔的有点糙，自己闪白了，进到砸在了这个一楼，是的，哇哇，直接灵性穿烟啊！有点，还是一直被白，哎，还是可以，没给成啊，没给分，没给分。他是想，他想不给分，但是对方一颗雷是直接不给机会，是的，是。而且他之前的压力是，这种就提前打架了嘛。你看旁边对象出手了，不敢打，很正常，你能理解哦。另一边就是印尼代表队是在过路，接下来中国台湾赛区代表队打下来一个，这样的话 C 位有点脱节，看中国赛区代表队怎么去推边了，因为圈边的压力其实还是有一点大的。像这个泰国赛区以及包括美国代表队还有韩国代表队都在圈边，不是那么容易推的。我觉得他周平也思考出了一个什么结果吧。对，看他们反正是在动了已经。但感觉他们现在像在徘徊，左右徘徊那种感觉。他们好像是把周边信息好像想吃得更死一点。是的，印尼队友打，他们好像听到枪声了，有点想去。哦，想拿分，这个选择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可以拿分。是的，这么久。我记得先补了。先开分，可以。有了，补了一枪头。这枪这一下让对方跑过去了。这个是应该是中国台湾赛区。那现在的话，可以在边上看能不能把印尼代表队这边给打掉。印尼这边还想拿分。哦，这两枪好准。泰迪直接被放倒了。这是二枪伤害。前这个烟雾弹有个软性掩体。拖了一下时间。是。刚才印尼这个选手是先打了自己的血量，看看有没有机会让我们多拿点分数。而另外一边韩国代表队这边在转移的时候也是被多次炮楼吗？炮楼没有人，对于韩国赛区来说这个点能不能成功扎进去。而另一侧多次区又是开枪，没错， UK 和就是英国代表队和巴西代表队在下一圈都是能吃到回血角的，而且巴西代表队圈中心头部队伍的分差可能会和中部队伍越来越大。是的。同样在北边是澳大利亚代表队和加拿大代表队，两边的一波互换，防区的一波进攻。李普哥绕进来一打一还是很稳。李普哥这过来认识有点危险。利奥开到脸上了。这一分只能说是纯送到中国赛区脸上，但是原来的枪械载具不好啊，难受，这被抽下来了，这个有点难受。关键是明明这个点还不好救，就是换条路的话也走不通，现在有个关键点，对，走不通的。又被抽下来一个，边库洛夫这边抽点的效率还是很高，三圈收支还没有完全到，真得扎，是的。二圈刷出来，其实我当时的反应是这个圈型有点不太妙，得扎。对，结果看他们那个样子去拿分了，先选择去拿，憋到边上也是残血。这两支队伍先打起来了，这波交手听到枪声以后，看一下 PCO 赛区。小鹿已经进圈了，怎么说？但是这个过点要去劝的话，也不是很好劝啊。对，就主要还是一个问题，对方是在房子里边打架，玩不了。打过点，能不能进去？又是 Norins 出枪，作品被放倒了，应该是救不了的。只剩下了两个，小鹿和小弟，三边都在看啊。是的，别进点。哦，原点，好像是 Streamsy 那边。是的，Streamsy 原点抽倒了。这边小弟呢？
有雷，还有闪，这边你能不能操作一下，把这两分拿了？他要排位置，他要排位置。来了，老天，两边都有了。先打。但是他现在没事，他现在只要就是一分一分拿就可以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拿分就行，拿一个算赚，对吧？拿分就行。不过赛区这边应该是观察了很久，知道炮楼没人了，赶紧过来。但是好像出了意外了，撞自己人了。他漂移了一下，哎，这一波被接住了，破了这个死亡炮楼，四个盒。是的，想翻，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，蔓延了。这是个火海啊，有点招架不住了。就是 UK 在解决这个美国队的同时，其实也是在侧翼的变相帮助的越南队。你全面压力其实来了，澳大利亚代表队是直冲 UK 的防缺，替补直接放倒两个，这也太爽了。哎呦，原点，嗯，哎，这头部队伍的拿分现在前五又在，是，再往前苟一名就是能射盘蜜蜂了。对呀、啊。他们就贴在那个海岸线边上，嗯，是的，是那个海岸线，你也不好清它，它是个反斜，它有个反斜、嗯，你过来是平地干拉，除非你直接开车移。加油站防区这一侧，厕所着火了！哎呀，没有任何的办法，在这里不停的蛙跳。嗯。哥，距离判断的非常不错。嗯，最后一颗道具扔完，而且还是在保持一定的韧性。楼梯最后一个雷也来了，嗯，两个人是配合上远点风来的枪线，好像把东西打的只剩最后一个，风来过来 K 头了 ，Maxi 拉过来开乙 ，K 了一个开乙过来以后，现在也是要针对到韩国赛区队伍，嗯。一车四人，四人选择推进欧洲猛男，现在韩国赛区感觉有点不太妙，选择赶紧回撤。但是再往前顶的话，其实还有支队在等着他们。是。也是属于被夹在中间，但是确实刚刚打土耳其赛区代表队那一波。嗯，已经发现了高打低 Maxi 正面完全不虚 Loki。说进圈是进不了的，嗯，阿金好像是在悬崖下面了，这样的话芬兰应该是可以卡的这个蓝白之间啊，不用再往前进了，卡一卡不着急，还要往前进吗？他被看到了吗？刚才跟一个兄弟对视了一下，啊，没看到，啊，没看到，现在好像整体泰国赛区的视角都是在我看北边越南的一边，但是这个时候首尔找到机会出枪。他也要顾及前后啊，他也不在圈。他现在从哪儿摸了颗雷啊？我记得刚刚他丢完了，这哇，精准三分球，他应该是舔了包，舔了泰国赛区选手的包。是的，五个淘汰，是的，五个小喷，让那个提前预判，这个雷扔的有一点短，泰迪落地的位置比较一般。是的，再打一个。优势了啊，高打低四倍 M 是哈萨克，没有手雷，但是可以叫队友一起上了，印尼人不是很多，对，高点提四男一 车要祭出，要祭出传统异能巴西三人一比打来了来了，看一下这波效果如何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直接停，他确实不敢啊打。嗯，哦，又因为一个枪线，天风怎么把 Maple 打了，对，还直接爆头，真的证明自己枪法是严重的失误，没错。我八 K 拿人头，有击倒，还是可以被扒掉，但是还是可以倒的位置有点尴尬，直接被补了。哎 ，UK 这一波过来的话，看一下他会不会被打。已经、哎、越南队有点被动，被拉扯了，管还是不管？自己的阵容拉扯乱了 ，UK 那边他也想管。我看到 Sabao 的那个准心就是一直北边哪边来回纠结到底是卡还是不卡。要被指挥玩晕了。还有没有这边再拿一个人头，巴西队还是继续在追分。嗯，把人扶起来之后来到了第四位，不过分差不大，车已经爆了，这个僵硬的停车位置啊，不过少拿了一分。
来了，四打二，直接正面突。没有机会，最后的四打一。是的。不是吧，越南队打得还可以啊，九个淘汰。哎呦，还在走，想秀一波，没有机会。